美丽的阿勒巴雷亚，生活着和谐友爱的众多种族，禁欲已久的混沌势力却掀起战火，打破了所有平静。人们结成远征军，誓要守护家园，虽重创入侵者，却无人生还。混沌溃逃，和平重临，大地得以休养，再现勃勃生机。五年后，你的故事正开始。你终于睡醒了，你再不出，穿戴第一件获取点击任务目标进行寻路。小妞，你这个项链不错呀。我的项链，快还给我。谢谢，还好有你。你好，联盟军中士布莱恩，喂。你好。不好了，布莱恩，突袭，德法人突袭了格林镇，他们不知从哪儿来的，正在镇子里到处杀人放火。点击任务目标进行寻路。德法人竟……这些家伙！点击按钮，开启自动战斗功能。发现两个漏网的。你们没事吧？援军很快就到，你们先去那边搜寻幸存的镇民。这里也有敌人。居然能击败我手下的祭司。让他跑了。
西德发人在农庄里到处找。多谢元首，这些家伙可真难缠。这些拉砍的走狗抓走了我的同伴，感激不尽。我的伙伴还……李博，我怎么可能扔下你们自己跑掉？那些祭司都……使用闪避，可快速翻白条消失后 ，BOSS 会。只剩这几个，你在那边吗？不过来，我们刚得到一个重要的消息。那个冲过去的卡斯塔尼克人是离这里最近的一位，刚刚点击成旗按钮可以骑上坐骑。是血魔法心剂，那个坏蛋赠予其他人的血给自己疗伤。那个人看起来处于劣势，快清理掉这些拦路的德普军，我们得赶紧去帮助他。小心！最重要的已经到手了。好，这里是游侠。你醒了，布莱恩中。我和你一起过去。不碍事，这些德法祭司是他。
棘手的家伙。这里曾是巴哈勒的祭坛，到处都是岩浆，小心脚下。有路了，拉坎父神呐，请赐予力量，让熔岩沸腾，融化大地。不要自责，看来你今天我们列阵于此，见证一位勇士的加入，他将成为反击入侵者的尖刀，也将成为守护无辜者的尖盾。英勇的联盟军士兵，女神将永远守护你的征途。